周天成、王子维力拼羽球世锦赛晋级，今日赛事预告与转播。各位读者早安，自由体育替您献上精彩的赛事与转播。罗南京羽球世锦赛，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将在下午出战丹麦号首季母棋 ISMUSGEMKA， 两人过去交手二次都由小天获胜。另外，王子维将对上法国选手拉维德斯 BRISELOVERDZ， 球迷们一起打开电视为台湾选手加油。中职例行赛方面，台南球场晚间6:35由统一狮迎战富邦悍将，狮队推出羊头马丁尼兹先发，对上悍将的黄义智。悍将总教练叶军章日前因为战绩不佳请辞，新上任的陈连红能否带领悍将打出新气象，值得球迷期待。喜爱中职的球迷朋友记得准时锁定电视转播，无法收看的球迷也可以透过自由体育文字转播掌握最新动态。大联盟例行赛持续进行，早上7:00由洋基坐镇主场迎战锦鹰，洋基派出田中将大先发，对上锦鹰的拉米瑞兹 YEFYRAMIYARES。 田中将大先一场面对光芒玩头九局夺下胜头，今天要延续手感，力拼本季第9胜，并助球队拉近与红袜的差距。另外，早上10:00还有太空人与水手的美联西区歌喉战，精彩比赛，球迷们不要错过。罗日本职棒例行赛今天将有2场比赛要带给球迷朋友，分别是软银挑战西武，以及欧力士出战乐天。旅日台湾投手宋家豪有机会中继登板投球，球迷们记得准时收看转播。南京羽球世锦赛10:00开赛，爱尔大体育三台 4PBL 例行赛18:35福邦悍将 AT 统一狮 FX 体育二台，爱尔大体育二台，爱奇艺 MLB 例行赛07:00林晋英 AT 洋基 FX 体育民事时，林太空人 AT 水手 FX 体育三台 NPB 例行赛17:00软银 AT 西武 FX 体育17:00乐天 AT 欧力士 FX 体育三台。